好，那我们也往左边看一下。好，这层。等一下，我们再靠过来一点。好啊。好，来这里。好，我们先请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我们林香的美照。好，你在这边。好，这里这一层。这里。像这里，可以往左边登顶。好，都有拍到了吗？媒体朋友们，好，那我们拿这一张手卡，我们再拍一张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来，看这边，这里，中间。好，我们工作人员请上下到。好，好，坐中间哦。好。来这边。哦，谢谢。欢迎帮我们打卡在线动上面哦。好，那我们拍完照就请我们林香正式和大家打一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香。嗨，欢迎林香。那好，有别于过去演唱会呢，我们比较是旗舰型的内容，这次我们是一个比较轻量型的产品，希望可以透过娱乐来创造一个运动的新形式、新商机。不仅是观看写真，还可以和立体的林香一起健身。那我们写真呢，总共会有四个主题，分别是一起约会、一起应援、一起跳跃，还有一起拍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请林香来亲自为我们产品进行开箱。我们会有 VR， 还有手机版。我们先看一下 VR 的部分。VR 就是这个，就是你可以戴上去，然后我就会在里面呈现给大家。然后它还有把手啊，它好像有一个一起约会，好像是一个超过百题访谈的影片。对对对，所以我的小私密想问的都在里面哦，就可以更了解我。而且一起拍照主题，听说有你小时候的照片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起拍照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它会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它一共有七套衣服，你们可以就选择自己喜好的妆，然后带我去拍照。那我们拍照的场景也蛮特别的哦，它有三个场景，一个呢就是我的专属我的棒球场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移到那个棒球场做拍摄。那还有两个呢，就是一个是我的成长史博物馆，里面放着是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照片。小时候林香一定也超可爱。对，然后有很多照片都是没有公开过。哦，没有公开过私房的。对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食物空间，然后那个空间有点像博物馆，然后里面都会有一些我自己的随身包包啊，我的耳机啊，一些我平常会有的私人小物在里面，就可以带着我到那些空间做拍摄。只要你有拥有，就可以把林香穿上你想要她穿的衣服，带着她去你想要去的地方拍照。没错。那我们手机版的部分呢，也请林香让大家看一下。手机版呢，我们好像有两个游戏是可以跟粉丝一起互动的，对吧？对，一个也是一起拍照，然后一个是一起应援。应援好像有三首歌。对对对。然后它有个观看模式，还有互动模式。对，林香会跳给你看，那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看林香跳的视角。还有一个是一起跳跃，好像是可以跟你比赛的吗？对，可以跟我一起比赛。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方便，就是现在大家工作很忙碌嘛，所以都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然后有人觉得一个去健身房好像蛮寂寞的，没有人陪。那有了这个呢，就是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做运动，你就不会寂寞啦。真是太棒了，真是在家都可以健身，而且是林香陪你一起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想问问看，有没有粉丝想要上来体验 VR， 他可以亲自操作给你看看哦。哦，他举手最快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个粉丝上台。嗨，谢谢，欢迎。上次的一日活动也有遇到他，你有记得他哦？有，他有带着他的小孩一起来。铁粉。对对对。粉丝嘞，粉丝。
重重人潮。嗨，哎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阿忠。阿忠，阿丢，好，那我们请林香帮阿丢戴上头盔。我戴吗？对，对，我是有点才会戴。好好，他会帮你调整，你戴上去之后他帮你调整。好，那他怎么就可以直接看了吗？哦，变大的林香，已经开始了吗？开始打，对。然后你要看到什么？看到他。因为我有点老花眼，所以好可惜啊！我真的音乐作者，他写字哦，他可能要叫我操作，但是我看不清楚他的字。啊，其实 OK， 其实应该是希望就是里面是有一个我的影片，然后有一种第一视角人称，所以就是你的面前好像就是我在陪着你约会一样，就是很特别，把二 D 化的写真变成三 D。他说正在重新定位中。哦，对，好，所以你有看到林香对不对？哦，好，谢谢粉丝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们那个乡民认同卡。对，哇，这个好像是你有参与设计的是吗？这个哎，没有哎，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设计的是别的手写的小卡，对不对？不是这张，不是这张。我很诚实，真的，我很诚实。我想说，我主持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哎。所以乡民认同卡这个部分，只要你今天在现场加购，你就可以待会可以跟林香合照，你也可以跟我啦。有人要跟我吗？那我们呢？这个乡民认同卡今天现场购买，如果你有72小时的那个体验券的话，还可以再折30块，上面有超多林香的。那我们待会儿呢，要跟林香合照，有买的话，我就从这边拍照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行媒体联访的部分。好。